自公一八年南投电会学生所创作的九年雕塑红啊，汪星人是造成轰动。今年2019年，南投县政府嘛将要来设置嘟嘟总动员展区，由县内各中小的学生做过来创作彩绘的红啊。副馆长陈正兴嘛，专工前往南投市中建国中来关心作品的创作，并且和囡仔做过来彩绘的红啊，为今年老一个展会来做准备。我们继续努力吧。为了迎接今年元宵，2019南投灯会，南投县政府是推出彩绘地红的创意，由县内各种学生群组来讨论，家己设计主题，彩绘出一只一只独一无二的地红啊。我们很高兴这次来彩绘这只嘟嘟猪，我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画这只猪。我们一开始它是一只很白的猪，可后来被我们的想法彩绘出来，变成一只色彩丰富的猪。我们利用冷暖色调来做颜色的对比，使它变得光鲜亮丽。副馆长陈正兴十号中昼是特别来到南投市中兴国中关心学生创作的状况，嘛甲囡仔共同来创作。伊表示，借由彩绘的红啊，唔乃当展现县内各种美术教育的成果，嘛让学生独立思考甲创作，并会当提前参与社会事务。我们彩绘猪以及竹雕猪，都是今年新的一个创意。那把这些工作哈，我们请小朋友利用空余以及课余之下哈，来进行彩绘。今天非常感谢哦，这些小朋友，还有我们老师哈，以及我们媒体参与者，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区块，对南投县的子弟兵哈，应该有正向的作用，也让他们有所发挥。延续去年南投灯会先想狗仔汪星人的创意，今年第二年嘛推出彩绘的红仔，各校学生的创作将会集合起来，在2019南投灯会的嘟嘟总动员展区做展示，总馆的场面邀请大家到时做伙来欣赏。记者林信昌报道。